后面的话交给我，休假去吧。 根据原著剧情，今晚就是女主角楚萧薇不幸的开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 你打算怎么赔偿？明天的品酒会由你负责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你敢拒绝我，你放开我！我要让你这辈子都逃不出我手掌心。你虽然后面。 都是喜闻乐见的虐恋情节，但这行为不就是牵扯民女吗？于经理，这是本次酒会服务员的名单，您看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？啊，酒会还没开始，那我今晚阻止他们见面不就行了？来，这人开了。 这种法制新闻稿，在我编辑于贤贤这儿，消失。陆总，我是大堂经理于贤贤。 为了您的品酒会更好的举办，我将成为您的专职管家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是您的专职管家。上一句。我是酒店大堂经理，李贤贤。 这名字太大众化了，很多人重名的。您肯定是记错了。你在质疑我的判断？没有。走。好嘞，这就走。 看来这次任务能轻松完成了。哎，楚萧薇。 于经理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没事就好，终于赶上了，这下陆昊天没有借口安排楚萧薇在他身边了。等等，这都知道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责任在我。
这样啊，明天的品酒全部由我负责。不错，这个好吧？好，答应郑凯子。奇怪，我为什么要邀请这个女孩？不对，你们应该就此别过，怎么还约着我？我就要失败了，不行，这作弊了。酒精过敏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只要你不跟那个女的……你这么了解我，应该知道惹恼我陆浩天会是什么下场。不管你什么下场，反正你离那个女的远一点。好啊。给我一个理由。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可不能跟上次一样被女主的磁场控制，霸道对病娇。今天我也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强制爱。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当你入住酒店的时候，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。看到你跟别的女人搭讪，我就发疯的吃醋、嫉妒，让我面目全非。不许跟别的女人说话，否则我就曝光你这个全球最大的酒庄继承人陆浩天。酒精过敏，轻点儿。皮贤贤，不会有任何人相信你的谣言。我也会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吓死我！叶爵也说过一样的话，真的不是叶爵吗？情泉，一泓水涌漫过指尖。